画面部分呢，最后就长这样了。然后就是这边有五个标签，好，啊，这五个标签名称呢，其实你只要做一个啦，复制过来，啊，里面的名称你就照着我们那个 Excel 里面的这个品名、单价、数量、小区、地区，好，可以一个个把它看，你把它复制贴上或怎么样了，然后再来这个是用那个 Combo Box， 好去做。那可能会需要注意的就是说，未来哈，可能在撰写程式的时候嘛，你如果需要控制它的话，那你需要注意一件事，就是说这个东西叫什么名称。所以如果你要控制的话，那这个 name 就很重要了，因为用 name 去控制它。如果你这个名称哈，没有对应到的话，那也没办法把资料，比如说我今天要启动的时候放个品名进去下拉清单啊，那你要叫得出它的名称，所以这个名称很重要，怎么取啊？所以我之前是叫什么 CMB 啊，你们可以看那个云端上面我的名称，我叫这个 CMBA 嘛啊。那所以呢，为什么叫 CMB 啊？小写习惯的啊， CMB 指的是这个是什么元件，那因为它是下拉清单缩写，就是 Combo Box，所以用小写的 CMB， 后面加个 A， 那后面这个下面这个是文字方块嘛，所以是 TSTB， 所以 ABCDE， OK， 照顺序，它名称好记就好了。那这个是 Command Button， 好，所以是 CMD 啦哈 ，ABCD， 假设我们有四个的话，所以呢分别哈，我们就是在这个名称改一下，这个叫 CMB 哈。A， 那这个叫 TSTB， 所以你就打一个 TST Enter， 好，名称改一下。那这个是 TSTC， 那这个的话呢，因为它是一个 label 啦，所以我名称叫 LBL， 这个名称自己缩写，然后 D Enter， 好，啊，前面三个字啦，比较好辨识，它是一个 label。另外上面的东西如果我不希望，哦，让它显示什么 label 6， 你可以把这个 caption 怎么样 delete 掉，按 enter， 它上面就没东西。但是有的时候你没有东西，那又不知道这个东西位置在哪里，所以你可以把 back color 怎么样稍微改一下嘛，改成什么，改成灰色的好了，类似像这样子，哦，它知道有这个东西。然后地区的话呢，就是combo box 1， 所以 CMB加一个一大写 ，OK 哈，哦，那再来这个是 command button， 所以我就是用 CMD， 假设 A 好了哈，哦，那以此类推了哈，哦，假设我们有那个有四个按钮的话，我就是一样，就是分别是 A B 啊，哦，C D， 那就只要你记得就是名称哈，哦，一定要对应到，这样子的话，未来你再撰写程式的话哈，哦，就比较不会有问题 ，OK 好。这样的话第二个阶段，所以把画面做好，最后一个动作就是重新命名，哦，这是照那个上面做好了，因为我程式的部分基本上的，哦，后面的程式是用这个名称 去那个跑的，哦，那另外有同学可能想说，那这个名称要不要改呢？其实因为它是一个标签，标签将来不需要去修改里面内容，也不需要跟它互动，所以这个 label 这五个其实不用改，没关系，主要是改这九个就可以了。好，那改完之后呢，我们待会哦就让它执行，跳出来了。好，哦，不过呢，一执行之后哈，哦，它现在什么作用都不行，为什么？因为你下拉没东西，所以等一下就要做什么控制 C 的部分，程式该如何撰写？那我们逐步的来解决一些问题。一，启动，怎么把它启动起来？第二个，启动之后这个下拉清单要有东西嘛。第三个，按确定之后呢，它可以自动带出，其实应该是这个下拉之后这个就带出来了，然后数量输入之后这个就带出来了，这个下拉之后的话一二五个东西按确定，好，它就自动在这边增加一笔了，并且自动帮你增加一个编号，那这个该怎么做哦？我想请各位先试着把刚刚讲的这部分，先完成，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那待会的话呢，我们再把那个后面程式控制部分，完成之后，那这个表单就具有那个，把资料写到 Excel， 把 Excel 当资料库的，这种作用了，那至于要怎么样把这个表单呢后续的部分完成，
请各位先试着把这个表单先设计出来，那待会再来看后面的部分哦。这个部分当然你直接可以这边执行哦，可是问题它清单没有出现。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可以动态的自动把这个清单给抓过来的话，好，当然你做法上面要怎么样把这个清单列进来，比如说你可以选，然后这边可以选，好，类似啦，反正这上面上下两个可以。那当然我已经有做这个怎么做，首先第一个你要知道，当你启动的时候会触发一个事件，这个表单里面的事件呢，特别是在表单空白处点两下，点两下之后的话，你各位可以看到一样，这个概念跟刚刚那个类似，哪一个不过这里我把它称为元件，看得到东西叫元件，看不到东西叫物件，然后 OK， 这个元件里面会有一也是一样，你会发现这个是表单，把它点两下之后它会触发一个 user form 的什么呢，一个事件，不过预设的事件当你点两下它会触发是 click， 可是问题我们不是当 click， 因为点它一下它加清单那怪怪，真的之前就有同学忘了把它直接就写在 click， 就它点一下清单才出现，如果没点就不会有清单，那不对啊，所以你要选择哪个事件很重要，那因为我要什么，当表单启动的时候就把清单加进去，所以你要选择对哦。这边有个叫 activate， 当它启动顾名思义，或者另外有一个就是 initialize， 其实也可以啦， initialize 就初始化，理论上它会先初始化再怎么再启动它， OK， 所以写两个其实如果以这个例子来看写在哪一个都可以我习惯写在 activate，那写进去的话接下来怎么把清单加进去，它的概念一样就是这个东西叫 CMBA， 对不对那 CMBA 你要怎么加进去呢，其实如果你要写的话，正常这个地方我先把它注解一下这个地方先等一下再看，我们逐行来看，然后如果你要加那个清单的话，它的一定是什么，你要先抓到那个元件的名称叫 CMBA，点下去之后的话一样会有个方法叫 add item， add item 什么呢，你给它一个名称，也许就是第一个嘛，我要放什么东西进去呢，放那个清单里面的第一个，那当然你这地方如果写固定的方法就是怎么样，直接在这个后面加一个双引号，丢一个玩具给它，那第二个怎么写呢，再复制写第二个，再把什么查写进去，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这种写法是固定的可是当你如果未来如果写固定的话，那可是如果说你未来要多个项目怎么办所以这种方第一个方法当然一般是行不通的，因为如果你将来除非说你那个清单的资料不会变动的话，那如果会变动的话我们一样就利用什么，利用追踪的方式，那当然这地方呢我们就可以把那个 add item 的这个部分把它放到哪里呢，放到回圈里面好，不过特别注意那我要怎么刚好可以把这个清单里面的东西呢直接写到里面去，当然呢我们的写法一定是这边写一个什么 for 回圈，那一样呢我要抓什么呢，抓一个范围，跟前面的阶段的课程一样， for i 等于什么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所以最下面一列的话呢，当然我们就用 range a2 去追踪好，然后最后追到最后面的当然就是这个跟前面那个在入门课的时候讲的是一样的，也是追踪，可是问题我要怎么样把它放到那个，因为我要抓这个范围的资料要丢到那个 combobox 里面，那你就可以怎么样把那个什么呢 combobox 的那个这个物件名称元件名称写在前面 add item， add item 什么东西呢，你就把 sales 哪一个 sales 呢，这个是 I 列的 A 栏里面的东西呢，帮我把它放进去。OK， 那这个写法是你现在的，如果已经切到这个工作表 OK， 可是如果不是的话，你可能要在前面怎么样，再加上什么？加上它的那个所谓的那个什么？它的工作表名称。所以这边的话，当然我可以把这一行先删掉好了。OK。所以呢后面的话你当然就要在前面再加上续着名称，所以这边的话你就在续着点加在哪里呢，加在这个前面然后呢一样追踪的话一样是什么，这边
那写完一个之后啊，其实你可以 Ctrl C， 再来我要放什么呢？放这个地区哈、啊，放在哪里呢？放在我的这个下拉清单。那这个下拉清单名称叫 CMB1， 啊，其他程式都一样，所以你可以怎么样把它 Ctrl C， 这边的话 Ctrl V 哈、啊，那一样再跑一下，跑这个回圈的话呢，你只要把什么呢？把这边改成 C， 也就是说你追踪的位置哈、哦，本来是从这边向下追踪，现在改成从这边追踪 C2 的最下面一列。可是 add item 哦，刚刚是放在 A 这个地方，请你把它改成 E， 就是把资料呢一样哈、哦，从那个 C 栏里面的资料再丢到那个 E 里面去。OK， 那写完大概类似像这样，跑两个回圈，一个是放什么？一个是放品名，一个是放那个。这个地区、哦、所以你这边其实可以加一个注解啦，这个是放品名，品名清单、哦、然后底下的话呢，就是这个是地区的清单，不过、哦、一般还有另外一种写法，我在云端上面、哦、因为这边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啊、你变成说你要这么多 sheets、哦、其实 不方便表，所以其实还有另外的做法，就是说那我干脆怎么样，如果我不加这个的话，我可以另外一个做法，就是在开头、哦、多一个点 slate， 哎，有没有，我先怎么样把它切过去就好了、啊、那当最后结束之后怎么样，我把它切回去原始资料，所以你可以怎么样把这个、哦、再加一行，那这边的话呢改成什么，改成那个原始资料，或者是说、哦、你干脆就是加一个什么，如果你不想打这个啦、啊、如果你确定说它一定在第一个的话，你干脆打一个一就可以了，因为它一定回到第一个嘛。 OK、哦、这样也 OK， 那两种做法啦，你可以衡量一下，如果说你很多很多很多个的话，要不就是你干脆切过去啊，最后再切回来，那把它执行看看、哦，直接执行之后的话呢，那它向下追踪，哎，有没有自动抓到？这个再抓到 ，OK， 那我们就完成了那个下拉清单的做。不过你会发现哦，这个字好像太小了，好，所以你可以这样再把这几个选起来，里面的字的大小，干脆一次性哦，全部就把它改稍微改大一点，改它12吧，哦，这个跟这个这几个，好，你可以把它缝的部分哦，全部把它改12好了 ，OK， 啊，执行一下。好，下拉，哎，这样就大一点 ，OK， 好，试一下，请各位先把那个下拉清单的部分先完成哦。那下拉完成之后的话，哦，接下来就是，哎，当他选了一个品名之后，那我希望能够自动带出那个单价。当我输入一个数量的时候呢，自动帮我小计的话，那当然后面呢就需要，再利用程式哦去触发。可能它change的时候自动带出单价哦。